你干啥呀？这个公司呢？又没有人，你就吃泡面呀？啊，我赶时间，啥事儿？嗯，我做的。这他妈，你要谋杀我呀？我特意做的爱心午餐，你记得吃。算了。工位吃东西罚款。不是三哥，我赶文件呢。你赶不赶文件呢？三明治，正好没吃饭，谢谢。不是，哎，不是，别吃。不是，你抠手那样呢，吃点东西咋的了？不是我，哎，对了，那个工位吃东西罚款，你还是别吃了吧。你切记，这公司老板不在的时候，就是我说了算。啊啊，就是咋的？啊，管不？哎。啊！真的，这不是故意的，不是他他妈傻呀！你别说了，别说了，你咋的？难吃不让人吃呀！别说了，哎，怎么这么难吃？小白枣，你瞅瞅，上天带这个三明治啊！尝没？老难，我做的难吃，难怪这么好吃呢。是叔给张天做的呀？嗯，是。这样啊。哎呦我操！这是被你吃了，怎么办呢？哎，罚款呗。嗯，对对，这罚，这公司规定嘛，咱得遵守。罚款多少块钱？公司工位吃东西罚款200，总工费300。外加我做的三明治被你吃了，我很难过。嗯，精神损失3000，从工资里扣吧。不是老板了，真该呀。都说了吃泡面多没有营养呀！是呢，幸好我多准备了一份啊。